李维峰。抓到了，有女友。对。哦，你说我的为什么有女友？你的死卡上面。对。这个，我不知道有这个照片。你是真的不小心的、啊？这个是我不知道，原来这个东西是有贴这个东西的。啊，我也是之前的前女友。对，所以是真的、喔。我还以为你 say 梗呢，所以我把他收起来。我还以为 say 梗呢，你忘了？保护当事人。所以你为什么已经分手还要放前女友的照片？不是，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整理这个卡包，然后因为这个是之前的我自己的磁卡。所以你很爱他，看到吧？会看到啊。我不会看到，因为我一直是用这个包包。所以那个磁卡对来说是很重要，是刷电梯的。对对。然后他那么爱他女友，把他贴在上面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他有贴。他自己贴的。应该是他贴，不然是我自己贴，然后我自己塞这个，应该太累了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是用老派贴，你一定会看到的、啊。不是，我只用包包，我不会看到里面呢、啊。哦，对，你是隔着包包就可以。对，是隔着包包就可以逼了。所以他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粘上去。我现在才知道是，哎，心机不要这么重。这占有欲很强哦。我还以为你们分手多久了？大概半年左右吧。现在还有在藕断丝连吗？有联系，但是很少很少。啊、为什么要联系？你开始写。联系的时候是聊什么？联系就聊，比如说什么，之前比如去过的餐厅的地址啊，还是什么这种，类似这种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No good，还是我先回去好了，就是。不是，因为目前他的外形是不是都还不错？是可以啊，很帅、啊。可是跟女友还保持这种暧昧不明，会没安全感。对啊，对。而且他自己想吃什么餐厅，不会自己 Google， 干嘛问你？就是我现在觉得，就是大家看我就像渣男一样。对，不过那都已经，因为那都已经分手了。我刚刚有种死了地的惨感。对，要封神，说有女友还来了。对。就很生气了、啊，好难过，不行。好，让你加分，唱一首，唱两句，然后让他们那个好爱上你。有没有想听？好不好？新歌好。好、OK。对。好不好？新歌好，别到我梦里陪我哭，对我好。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。谢谢。这不是你故事的主角，你还是带着他。我是你。好，请入座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欢迎二号了吧？因为听说他在后面已经就是腿有点发抖了，站不住了，膝盖有点无力。对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二号。你真的是很好笑的人呢，怎么楼梯太高了？楼梯太高，这话可以讲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文明哥好。怎么样？我是觉得你很 charming 啊！你放屁！你刚刚在后面讲什么？我都讲你好话哎！我听到的。我说你这胡子还有笑容都 OK 啊！哎，但是这么久没看你，真的没有变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也觉得你都没变呢。就是你，尤其是脸上的皮肤的状态，你就还是像小朋友。真的啊！你刚刚多会讲话，真的！一出场就立刻让我开心。真的好几年没见了嘛？真的好几年。你看一号跟三号刚才都没有讲什么。我真的要，这就是有历练的男人，真的不懂啊。但是伟明哥他们刚刚一直对你的那个钱包颇有微词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钱包是自己用的东西嘛，而且那个钱包是你买不到，是我自己手工自己做的。哇，结婚了吧？皮革自己做，皮革皮包哎，对，那是我自己做的。但是伟明哥他们刚刚一直对你的那个钱包颇有微词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钱包是自己用的东西嘛。而且那个钱包是你买不到，是我自己手工自己做的。哇，结婚了吧？皮革自己做，皮革皮包哎。对，那是我自己做的。好厉害！可是他们最 care 的是你抽烟的习惯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也很 care 啊，但戒不掉。真的戒过烟，我助理可以帮我证明。因为我有一天在家就被烟熏的，我觉得我抽这个玩意干嘛没意义，我就把它掐了。九个月没有再抽过一根烟。那应该就是戒掉啦。No， 可是九个月以后，就是我每天待在家，因为我一个人嘛，我每天待在家，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嗜好。我在家里没有任何重机吗？对，可是重机不能在客厅骑啊。你还喜欢玩七弹不是吗？我玩七弹也不能打我的电视跟冰箱啊！你在想什么 ？Hello， 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你的嗜好都必须要去外面。你要不要先缓一缓？你要不要暂停？导播先暂停一下嘛，缓缓。家里不行。OK。怎么办？我现在笑都会笑出泪耶。那没有关系，老朋友哎。你看你这么爱笑的，你没有纹啊？对啊。哎呦。句句都是好听话哎。这
是实话，现在都是4K 耶，有没有文变不了人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刚刚没有人让我那么开心哎，还是今天也是朋友，还是好朋友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有历练的男人，随便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人 ，OK？ 好，你觉得文明哥很 charming？ 啊，谢谢谢谢。还有文明哥，还有什么样的？还有文明哥，我可以表演，你干嘛背？来来来。先玩翻算了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酷吧？劈腿会吗？劈腿，我劈腿我很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肉身腿劈开哦。你觉得说，你觉得我们那种劈腿不用劈开吗？也要劈开啊。你那你可以表演吗？现在？哇！可以啊！你这是拍到我不是我没有拍到，根本没拍到。我真的 ，Are you OK？ 我真的 fine， 因为你确定你可以行正常行走到你的位置上吗？我们现在还有联谊吗？是不是让我们抱你还是什么的？如果被你抱，那是一种对不对？算了啊 ，OK OK， 飞去，谢谢文明哥，我坐的这边这边，没有要起来。哎，刚才那个劈腿有加分吗？会担心他的那个身体还好吗？可是不会觉得说老当益壮吗？我觉得很活泼哎，我觉得幽默，很幽默。我觉得包包自己做的很加分哎，对，所以现在完全加很多分了。OK， 好，那最后欢迎四号出场。哇，这是我们是 Miyaki 要的嘛？欢迎陈翔，陈翔，陈翔。下一个，来讲一下你的背景是。我算是演员，然后我以前是特技演员。我也是特技演员了吗？我是翻滚的特技的。你觉得下滑你可以比他更成功吗？我表演翻好了，因为下滑我觉得应该是谁都会摔。你下滑啦，你下滑，拜托不要，你也滑一下嘛。不然你翻，你先让你摔，然后再让你下滑。OK OK OK， 好，不要受伤哦。好，请。像被比过了，你输了，来补一个，补一个，后胜心，不要不要受伤，不要受伤，补一个，补一个，有后胜心。只能翻一次哦，好，那就来翻一次之后就要直接坐轮椅了，那就是 OK 了，就请救护车的话就可以。你没有要硬拼就对了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如果比高音的话可以，就比如现在来个什么 key 高，那可以撑。哦，你们发来宾的撑吃都一定要这么不齐，不是？而且很低，高音跟翻都搭不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怎么弄？怎么弄哎？很低啊，就是我想翻，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啊。谁能怎么弄嘞？你不是有带随身护士吗？是啊，那么万一我骨折，这节目不是要停播了吗？会有伤的，那会停播。那怎么办？你还需要看他下滑吗？不用了，刚刚已经帅到太帅了，都好强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你有把随身携带前女友的照片的习惯吗？没有。千万不要有这个习惯，这个男的烂真的很奇怪。而且你们觉得他明明知道今天是要来联谊，还带前女友的照片，真的，真的该玩性，对不对？也代表他没有真的在。偷偷整理这样子，对，真实，真实啊，真实啊。好，那我们算一下，一号跟三号的配对指数。我决定交他高一，我觉得他很好。谢谢。好，有什么代表作吗？现在代表作《圈套》。哦，对，就是一个。我什么都明明就没有看这个表情，不然如果很安静，不是？哦，也对。对啊。那大家一起哦，大家一起来。圈套那边开始了，最近有没有什么代表作？哦，我们可以来讲。现在有之前有点音乐剧，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天作之合的音乐剧，叫阿瑶。哇！所以你的意思在音乐剧里面，你也要唱歌吗？要跳啊！所以你也会唱歌？对，但不是流行。来，没关系，来一句唱一下。快点把三号打败。好。Take my hand.Take my whole life too。我觉得还好，没关系。我很沉稳啊，对，没办法，手蛮稳的。对，因为不是那个舞台剧，不是流行，不一样。因为刚刚那个唱完，你们也不知道要欢呼还是要哭，就直接场面立刻挡下来。好，请入座。谢谢。
好，那我们先帮你们问一下那个温迪老师专业的意见好了。是。所以这四位男性出来之后，你有没有感受到哪一位的今年的磁场特别好？今年磁场比较好的话，应该会是陈阳。哦，陈阳今年是走到哪大家都会喜欢他的那种好，真的就桃花开。但是今年有可能有机会结婚的反而会是徐凯。哇，你要结婚了？徐凯，恭喜恭喜！结婚了，我29。就是万一不小心让对方怀孕，所以没办法。但会先稳定，会有稳定的关系，然后稳定的关系当中比较容易进到婚姻关系。所以要再次确认你们，那你哦很快的可以的，说不定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四位确定都是单身哈？是确定确定。所以维明哥是已经单身？开玩笑，我涨价还不单身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已经好拢了。我2012年到现在，怎么可能？十年哦，我出道那年到现在，那你这十年怎么过的？对啊，其实没怎么过，你就去做别的，而且。老实说，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其实感情，说实话，除了性以外，你好像没有存在什么必须放在顺位的前面的价值。就你也习惯一个人在家里了。我好爱一个人。那你今天来这集干嘛？对，好像来这集为了自己，我们很久他爱一个人的。你讲到重点，我房东每到月初的时候也很爱我。所以我得来上上节目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是得赚赚钱，还是不能赚钱了。OK， 都可以。陈阳单身多久了？一年，快一年。所以上一个女友是哪一种类型？也是姐姐型的。对面全部都是姐姐吧？除了方婷之外，妹妹。那个微风单身，我们刚有聊过吗？多久？对，有。我们单身半年，我也是半年。你也是半年。还有在留恋前女友吗？还好。前女友是什么 style？ 比较高冷、成熟型，也是姐姐。有没有人想问问题的？我好嘞，我想问大家的星座。OK， 好。水瓶。水瓶座。二月。水瓶。哦，都难道都水瓶吗？啊，射手。摩羯。摩羯男好。怎么说？摩羯男就是爱上了就很容易稳定下来，水瓶就比较那个很难。水瓶很难抓。水瓶也是爱上了就真的爱上。美国总统有八个水瓶座哎。你干嘛背这个啊？我都刚好看到。你跟那小女孩聊。美国总统有八个水瓶座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接什么啦？那请问古巴的呢？也是。我想到 ，OK， 就是如果是很随性的山区啊，没有水没有电那种，或者是突然我想要去某些地方，你们会怎么办？哦，我超爱。我非常。徐凯好像有一个梦想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会很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可以跟我去没水没电的地方野营。哇。那如果那个女生什么都不会做，她只会放心，她就当一个小飞屋，我所有装备都帮她准备。我就带车，开车去找她，然后装备都帮她准备。食物呢？你不会还会煮？食物我会做菜，然后会烤牛排。哇塞，煎牛排，那么 man！ 哦，那我们这期是为好做的吗？我都觉得她有点帅。我现在已经就是中了你的那个吧？对，我有斧头，你有斧头。他可以帮忙，我缺斧头。我缺斧头，你缺斧头吗？我就缺斧头。最近想买斧头，那就去，不用买成功了。而且她是姐姐哦，对，但是看起来是妹妹，对不对？快来订阅《小姐不息地》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